我看人家网上一些大 V 拍那视频，出个门拎个大包，蓝色的，里面装满东西，各种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涂的、抹的，连涂嘴唇的都有了。一个男的，你敢相信吗？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从来不用那些，我是一个天生丽质的人，我根本就不用那些外在的那些修饰的东西。今天我也要出差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出门我都带啥。真是的，往里看，就这一个盒子，泸州老窖两瓶浓香，多少漂亮啊！那我这个东西确实，可能还没有人家那涂嘴唇的一个东西贵，但是又能咋？美啊，舒服呀。我们在乎的是内在的享受，兄弟们记住，天生丽质的人更在乎的是内在的享受跟提升。我也不用带什么换洗的衣服，记住，天生丽质的人衣服就不会脏。我换衣服只是因为我想换，我出差我根本就不用换，咋？还拎那么大个包？我改名我也搞个包，谁怕谁？